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76页啊，676页倒数第五行啊，从当中直观复行乐，从这念起啊，又直观复行乐，中道即法界，法界即直观，直观不二，尽知明义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接着看极尽，见前面注根极尽的注解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是佛学大字典里面的啊解释的术语。离烦恼叫极，觉苦患叫尽，即涅槃之理。华严经第一卷啊，华严有八十卷，第一卷里头有观极尽法灭诸痴暗。烦恼无量无边呐！啊，烦恼从哪里来了？迷失了自信，把自信里本有的智慧变质了，变成烦恼。啊，是烦恼的本体就是智慧，迷了叫烦恼，悟了叫智慧。啊，佛教导我们转烦恼成菩提，啊，把它转变过来。这个话是正确的。通常一般讲断烦恼，这烦恼不能断，烦恼要断了，菩提就没有了，它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，本来不二啊，只有迷悟差别啊，所以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烦恼成智慧，
这都是正确的。啊，怎么样把它转过来？知道一切法的真相，就转过来了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我们迷的是什么？迷的是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不知道，迷了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而且《金刚经》流通最广，啊，读的人最多，不学佛的人也多。啊，古时候读书人没有不读《金刚经》，修道的人也没有不读《金刚经》的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《金刚经》是儒释道共同的科目。他讲的简单，讲的扼要。啊，告诉我们，一切法都是空的。所以说，凡俗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么相，现象。现代科学把所有现象归纳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三大类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例外的。自然现象也是虚妄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心想生啊，是从妄念上生的。那妄念就生烦恼，正念呢，就生智慧。啊，正念是了解真相，认识真相。啊，了解认识，一切现象是虚妄的，肯定就不着相了。啊，对于所有现象啊，我们一般讲，没有占有的念头。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啊，这都是人的欲望啊，想占有，据为己有，啊，想控制它，想支配它，人有这些欲望，这欲望错的，啊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切现象啊，都不可得。真的不可得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们没有一样不是刹那生灭。刹那说的时间还太长了啊！楞严上佛讲得好：“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”啊，生他就灭了。啊，那么这种现象叫真相啊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跟现在量子力学家所说的完全相同，被科学证明了。弥勒菩萨说这个话，是2500多年前说的。啊，近代20-30年，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啊，发现是物质根本就不存在，物质是个幻象。啊，这就是有一些科学家一生呢专门研究物质。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
去观察物质呢，跟佛经上讲的方法呢相同。把物质去分。分到最后，看看物质到底是什么。佛在经上说，一粒微尘，我们肉眼呢，眼睛好的人能看见。这一粒微尘在哪里呢？在牛毛尖上。牛毛很粗，牛毛尖端上。它贴在那个地方，它不会掉下来。这个我们知道，它有引力。牛毛很粗，引力就强，微尘很小，引力不大，被它吸引了，它不会离开。佛说，把这个牛毛尘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呢，是叫羊毛尘，羊毛就细了。中国人写字用毛笔，羊毛细，那就是七分之一的牛毛尘。羊毛尘再分为七分之一，叫兔毛尘。兔毛更细了。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，叫水尘。水有密度，但是有空隙，这在显微镜里面看到这一类微尘。在水的空隙当中，它往来没有障碍。水一沉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了，叫精沉。精是金属，无精，金银铜铁锡。金属的密度很大，比水大得多了。但是还是有空隙，在高度显微镜下观察有空隙。这一粒微尘呢，在金属空隙里头通过没障碍，就很小的了。那么这个小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叫微尘。佛经上的微尘是这个意思，很小了。佛说，微尘呢？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，说不定呢，佛讲的这个微尘，就是我们科学里面所讲的原子。原子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大概一般的天眼也看不到，欲界天人、色界天人、无色界天人。都看不到，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，这不是最小的，这个还可以分。把这个微尘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，这阿罗汉看不到。色聚即微，很可能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。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有几十种，所以叫色聚即微，它聚集即微。那么这还可以分，即微之微呀，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色聚即微。就变成极微之微，大概极微之微还能分，分到最后，佛叫他做极微色，极微色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那么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了。80年前，科学家发现原子，
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啊，认为这个东西是物质里的最小的，啊，是物质的基本。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，啊，仪器的改良，越来越先进，科学家把原子打破了，啊，发现原子里头有电子，有原子核，有中子，啊，再把这些电子打破，原子核打破，中子打破，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基本粒子，应该有五六十种。这些东西还可以打破，打破到最后的时候看到夸克，夸克也有几十种。啊，佛经上讲的色聚即微也，大概就是说的这些基本粒子跟夸克。啊，那夸克在打破的时候，发现微中子，微中子在打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啊，那就是佛经上讲的即微色了。啊，它叫微中子，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，不能再分了，一分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看到什么东西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，这个思想意念的波动，波动里面产生物质现象，所以这个是才真正明了了，啊，物质是假的，是念头变出来的，念头也不是真的，啊，物质搞清楚了，彻底搞清楚了，啊，但是个念头啊还没搞清楚，念头只发现的时候呢，它生灭的速度很快。念头好像一起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当处突生，随处灭尽”，就是科学家看到念头生灭的现象。怎么生的呢？不知道。好像没有原因，啊，佛家说有原因。念头从哪里生？从业相生的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。第一个是业相，业相就是波动，一念不绝，啊，一念不绝就是动了。绝，它是不动的，不绝是动。啊，动就是不绝。啊，这一念不绝呢，这个现象，佛经上称为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三细相，这微细的现象的第一种，它动。啊，它有频率的现象。从这个现象里面，就生转向，转向就是念头，就是意念，从意念呢产生境界相，境界就是物质现象，啊，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，啊，念头是波动产生的，是不觉产生的，这佛说的。啊，科学家今天证明的是物质确实是念头产生的，这个发现非常了不起
啊，这是科学上最大的一个革命事件。啊，科学家提出来了。啊，科学在地球上差不多400多年。啊，400多年呢，他是走一个最大的错误的路子，叫二分法，把宇宙的现象分成两分，物理、心理。心理就是念头啊。分成两分，现在知道呢，物质跟意念不能分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现在科学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啊，负面问题不能解决啊，地球上这个灾难这么多啊，科学家发现这个事实真相了，告诉大家，地球上灾难可以解决。啊，用什么方法解决？念头解决。只要念头正，念头清净，所有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佛经上有啊，佛经上给我们说，灾难怎么产生的？啊，水灾。江湖泛滥啊，海啸是从贪婪感应出来的啊，贪心感的水灾啊，嗔恚感的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啊，是吗？嗔恚心太重，脾气太大了啊，愚痴感应的是风灾，飓风、龙卷风啊，傲慢感的是地震啊，怀疑所感的是山崩地陷啊，山会倒下来，地会突然陷下去，是怀疑啊，如果我们把五种这个错误的念头啊，不正当念头改正过来啊，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，这灾难都没有了啊，这是量子力学家提出来的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。啊，那么这五种烦恼，这就叫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就烦恼啊，所感应的。那么对人身体的来说呢，就是五脏六腑的病毒。啊，人要没有这五种错误的观念，你身心健康，你不会生病。啊，所以治病可以用自己意念来治疗，不需要医药啊，也不需要针灸，用念头啊。那么科学家研究到现在还没有被所有研究的科学的人承认，只有一部分人承认，还有一部分人不承认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科学叫前卫科学啊，好像打仗一样，这是先锋，不是主力啊。那么他们要收集证据啊，到处在收集证据啊，证据里面最丰富的也最有力的就是疗愈，就治疗啊。找哪些人？找一些癌症绝症啊，医院放弃治疗了，去找这些人啊。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信仰宗教的
不信仰宗教那没办法，他没救。有一部分宋阳经这个信仰宗教，既然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宣布他等于宣布死刑啊，你能够存活大概只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啊，等于判决了。他对于病能好啊，希望没有了。于是信仰宗教的人天天祈祷啊，求神保佑他，求神带他到天堂去啊，他也不想病，他也不想存活，他也不想身体，他什么都不想，天天想上帝啊，这就是念头啊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他把念头转了，上帝神这念头都是好的，好念头。那么过几个星期之后啊，再去检查呢，病好了，没有了啊。这个例子他们收集很多很多啊，前些年我们山西小院有40多个癌症啊，那是信佛的，他们也是绝望了，一心一意念佛，念地藏菩萨啊，或者诵经都可以，只要不要去想病啊。如果想病，那就非死无疑。为什么？你想他，你给他营养，他会慢慢扩张。你不想他，不理他，念头转到别地方去了，这些病毒啊就饿死了，它没有营养，没有补充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些重病的人自己检查个个都好了啊，医院说这发生奇迹，其实有科学的证据，是用意念治疗疾病啊，不需要医药，医药治不了，念头一转就治疗了。所以2011年2012年的前一年，世界上有几个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了2天会议啊，会议他们通知我们，那是我在澳洲啊，希望我参加，我没去啊，我在香港，我没去，我们学院派了8个人去参加啊。第一天听取他们最近研究报告，我们听得很欢喜，跟佛经上所说的越来越接近啊。第二天一天呢，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，讨论这个问题啊。美国的布莱登博士是量子力学家啊，他做了一个总结，结论结得好啊。他说玛雅灾难预言并不可怕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，住在地球上的人啊，从今天起弃恶扬善啊，恶的念头，恶的行为放下啊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
盖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可以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这是布莱登的结论啊，他们懂这个道理 啊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境随心转啊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念头一转，不善的念头统统放下，要善的念头啊，善念的核心是孝敬，所谓孝，儒释道都把它摆在第一位呀。啊，佛经敬业三福也把它摆在第一句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百善孝为先呢。啊，这个孝道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人能够孝顺父母，不但不敢做恶事，连恶的念头都不敢起，为什么呢？怕对不起父母。这个约束力量多大啊！孝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尊师重道是中国文化的本，大根大本的啊，延伸出来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待人接物啊，这四颗在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，把它总结起来，实际上只有12个字啊。这12个字，第一个是孝，孝悌忠信啊，悌就是尊重长辈啊，兄弟当中尊重大哥，他年岁比我大剃刀，剃刀是敬长啊，啊，敬长在中国通常用老师做代表，尊师重道啊，忠心啊，忠，我们人讲良心呢，心要放在当中，不能偏，不能邪，偏就错误了，邪就造恶了啊。下头是信，有信用啊，言而有信，不能欺骗人，不能妄语，不能两舌啊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就这12个字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跟12个字相应。这是中国人啊，标准的中国人就这12个字啊，这12个字。教了5000多年，没有出问题。
啊，有人说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，其他的三个都没有了，唯独中国还存在。什么原因？二战之前，欧洲有一批学者用这个做命题，认真研究，最后的结论说得很好，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。这个结论非常正确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教育是家庭负责的，学得教得好。啊，国家有学校少，那个学那学是管考试的。啊，考取之后是为国家培养人才，啊，像现在的党校一样，啊，是培养各级干部的。啊，一般教育呢，都是你家庭自己负责任。啊，家庭负责叫私塾，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。啊，这一家的家长，啊，小孩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都在呀。所以办学请老师，这是家里头等的大事，关系到我们这个家族的存亡、家族的兴衰。这个是家庭最大的事情，家庭开会啊，去找老师，老师要有德行，要有学问，要能以身作则，要会教学。符合这些条件，恭恭敬敬地请老师到家里来办学。啊，开学的这一天，全家这些父老都到了，孩子们也都到了。啊，家长这些父老们，啊，大概曾祖父可能都参加，祖父、曾祖父、高祖父大概年岁太老了，将近100岁了，啊，身体要不好，他可以不参加。临到这些儿女，要向老师。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啊，非常隆重，把我家的小孩付托给老师，请老师好好管教。老师接受家长这样隆重的礼遇，他要不认真教小孩，他对不起人家父母，他要负责任的，啊，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啊。啊，家长对老师那种尊重的心不相同，老师住在这个家庭里头，从前是大家庭，啊。大家庭上上下下人口差不多300多人，啊，普通家庭人丁兴旺的有6-7百人，啊，所以小孩多，
啊，不教。小孩没有学，那个家庭就会败亡。啊，家庭要兴旺，小孩教得好，家里出人才，兴旺啊。所以你说，家长们请老师是多么的隆重，多么认真。啊，老师认真负责教学。啊，老师自己的子女。没有教好没关系，因为他的学生会照顾他的后人。啊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像亲兄弟关系一样。老师不在了，老师家的后人要照顾他，要帮助他。所以教书的人全心全力认真教化啊，他的后代有依靠啊。啊，这些学生将来做大官啊，大副长者啊，他的子子孙孙都有人照顾。啊，这是他为什么会全心全力认真教学啊，真把人教好了啊，学生不敢不听话了啊，看到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见到老师啊，都那么恭敬，没有不敢不听话。啊，所以这十二个字，老师率先做到了。家里上上下下人也做到了，小孩就都学会了。如果老师教，老师没做到，家里的大人做父母的也没做到，小孩就不相信，小孩就不肯学。啊，看到呢，整个家庭上上下下都做到了，自然他去认真，去奉行了，啊，受到教育的效果。那走出家庭，社会上人每一个人也都做到了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古时候的社会啊，在家庭，家庭教育第一；在社会，社会教育第一；在国家，国家教育第一，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。啊，主管教育这个人，肯定是被所有人民所尊重、礼敬。啊，古时候的政府啊，皇上下面办事的机构是宰相、总理、大臣啊，管全国行政的。那他下面是有部啊，第一个部就是礼部。礼部就是教育部啊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礼部尚书
在各个部会之上。换一句话说，国家政治设施一切都是为教育服务。所以把人都教好了，社会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古人家长都勉励小孩好好把书读好。书读好之后呢，参加考试。社会上360行，哪一个行业最好呢？做官的行业最好。希望你做官呢，从政呢。这个行业非常清高，受人尊敬。待遇很不错，足可以养家。好处在哪里呢？工作很轻松，没有案件呢。一个月有3-5个案件，就很多了。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？所以这些做官的人平常没事干，游山玩水。我们看《四库全书》几部里头，一大半都是这些人的著作。他有时间有空啊。现前这个社会反过来了，各行各业里最辛苦就是做官的。他一点空闲都没有啊。哪有像从前做官悠闲自在啊。他要填词作诗啊，写文章啊。很多著书流传给后世，收在四库里头。这个行业是最轻松的。真的是最自在。那么现在颠倒了。现在把经济看在第一。这问题就大了。财色名利是人之必争。问题就来了，每个人都念头争名夺利，古时候没有。古时候人受过良好教育，懂得因果报应，安分守己。做官有没有做官的命？没有做官的命，不肯去做官。没有发财的命，决定不想求发财。一生修德忏悔。断卧修善，生活只求温饱，我能穿得暖吃得饱，满足了。没有竞争的念头。现在是说没有竞争，社会怎么会进步？是的，社会是没有进步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斯里兰卡的人没有竞争，还保存2500年前那个样子。
纯正古朴。你到那个地方，好像走到古时候的生活环境。啊，我初次到那里一看，进入那个地区，感觉什么？回到80年前。啊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10岁离开农村，仿佛回到10岁以前的社会。人那么淳朴，那么可爱。啊，社会安定啊。啊，人与人的关系好啊。五伦他做到了，五常他做到了，啊，斯里兰卡每一个人，男女老少，天天念三皈依，天天念五戒十善，啊，一个月总有好多次，啊，至少有6天。有人到10天把修八关斋戒，全国都是这样的啊，儿童乖呀，我们没有看到小孩打架的啊，没有看到吵闹的啊，心都很安静啊，看不到心浮气躁啊，怎么教的？佛教教的。这个国家面积不大我原先以为有福建省大，没有，只有福建的1/4啊，1/2啊，福建省有4个台湾岛啊，斯里兰卡是2个台湾岛，人口只有2000万，比台湾少啊，有10000多个寺庙。我估计，我还没有去问，一个寺庙算7、8个出家人吧。他这个国家2000万人里头，就有7、8万出家人。这些出家人个个都是老师，出家人都能讲经教学。啊，斯里兰卡人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他找谁呀？他不找政府，他不找警察，他找和尚。啊，和尚给他解决问题。发生冲突，冲突了，啊，也要请和尚来解决，啊，来化解纠纷。啊，他们不找法院。对出家人信任的，出家人真有羞耻啊！所以，我们到斯里兰卡问这些出家人，这出家人这叫万事通啊，什么都知道啊，应付这些信徒啊，什么问题你都要替他解决。啊，你算命看相的，啊，看风水的，怎么都会。啊，不学碰到他们来问的，不知道的不行啊。啊，都要学一点，叫万事通。而且最难得的是，个个都能讲经，
把人教好了。国家规定每一个星期天就是星期学校。星期学校在什么地方？寺庙。所有寺庙星期天开放，让附近的这些居民通通到寺庙里头接受佛陀教育。啊，这个老师都出家人了。啊，老师跟大家相接，男女老少一起来。啊，分开的，小孩一对。啊，男子一对，女孩子，女妇女一对。啊，我去参观一个寺院，啊，没通知，啊，突然去的，看看是真的是假的，就一进那个寺庙，3000多人，啊，小圈圈围了很多圈，出家法师跟他们讲解，啊，也有居士，男女居士都有。啊，给他们上课讲经，这完全是义务的。啊，一个早晨呢，啊，8点钟开始了，12点钟结束啊。啊，学佛教教育，全国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人通通教好了。啊，人与人当中和睦相处。真正做到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。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已经落实了。啊，总统带头啊，平常一定要做早晚课。啊，总统也不例外。啊，总统府里面供的佛像。啊，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呢，一定是盖一个殿，殿堂供佛。他们不是的，他们佛像在菩提树下，总统府的院子可很大的菩提树，佛像就在菩提树下，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在树下讲经坐禅，啊，所以前面摆个小桌子，啊，供的有香花、水果。啊，就在小桌子前面诵经拜佛。啊，我们去参观。啊，看了之后不能不佩服人家。看到了佛法的希望，因为全世界我们看到佛法，口头上说说而已，没做到啊。看到你们真做到了，啊，那么那边全部是小乘，上座部小乘。啊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础。啊，去年我就访问，向总统建议，啊，最好办一个佛教大学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传的所有法门，我们都开课，都把它复兴起来。啊，总统满口答应，我们来做。啊，到斯里兰卡的时候，他说还要办一个宗教大学，团结宗教，互相学习，
化解宗教里面的矛盾跟冲突，希望宗教带动世界永续的和平。啊，总统都答应了，两个大学都在斯里兰卡来办。啊，那边办有人才啊，是人才济济啊。啊，办大学，各个部门需要的老师教授。啊，他们给个名单给我看，已经有160多人。这里头很多是世界上著名的佛学的大德，啊，可见他们对于不同宗派，他们没有漠视，没有看清，很重视，啊。这些有地位有声望的出家人他们都知道，啊，礼请他们来担任教授，非常难得。啊，学习当然，第一个就是断烦恼。断烦恼要学戒学。啊，斯里兰卡的佛教非常重视戒律。啊，出家人离开寺院，如果有不守戒律，啊，违反戒律的行为，群众可以处分他，啊，你别说无戒、十戒、啊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你要是犯了，啊，因为他们全国人都是内行，他们有外行的，看到你犯戒，他就把你请过来。把你的袈裟脱掉，你不够资格做出家人。啊，逼着你还俗，那是很难为情的事情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出家人言行举止受到全国信徒的监督。啊，他决定不敢违法。这是个修行最好的环境。啊，是等于说舆论制裁你。啊，不能不谨慎。啊，所以真正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至少啊，要在斯里兰卡住个半年一年，你才晓得什么叫出家人，什么叫学佛的人。啊，2500年没有改样子啊。啊，最近这几年才开了几条公路啊。1000年公路都没有啊。啊，跟旧时候的社会不一样的，就是他现在有公路，有汽车，啊，车辆还不少，常常还有汽车堵塞。啊，这个国家最好的
人人安分守己，没有竞争啊，知足常乐啊，真的一天到晚欢欢喜喜的。啊，我还听说是我们的同修告诉我的，他看到一个老年人啊，大概有60多岁的样子，手上抱了一个菠萝蜜，欢喜得不得了。问他那一个菠萝蜜怎么那么欢喜？他说至少可以吃2-3天，那算是2-3天的粮食。啊，而这菠萝蜜满山都是都有。啊，也就是生活容易，生活简单。啊，你看，抱一个菠萝蜜就那么欢喜。少欲知足啊，知足常乐啊。啊，心清净定啊，所以有智慧。底下说呢，毗婆是佛经下卷里头有这么几句话，调御大丈夫，引导于群生，令之极尽道啊，调御大丈夫是佛，对佛的尊称啊，佛导引众生，佛教我们定下来啊，教我们持戒修定，智慧就开了啊。自持戒下卷里面也有，极尽皆涅槃离也啊，涅槃的理是什么？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到基础。啊，往生要集上卷，摩诃也说，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好。一切法本来寂静。啊，为什么产生妄动呢？啊，动荡都停不下来呢？这就是烦恼。啊，这就是妄想杂念。啊，原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。对于幸福美满的时候生活不知道啊，现在人真的啊，认为人生价值是什么？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错了。有地位有财富很好，要命中有，要如理如法取得啊，如果是非理非法而取得的，那造业啊，现在你可以享受几天，死了以后三途去了，那个时候后悔就莫及了。怎么能干这个事情？人的寿命短啊，不长啊，三恶道的寿命可长了。啊，过去李老师讲经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地狱种类很多，
寿命长短不一样啊，但是在六道里头，地狱道啊，都是论劫算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去不得，很容易去，很难出来。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在国内，在国外，遇到很多附体，附体给我们的信息，能不能相信？不能完全相信，有真有假。要有智慧去辨别啊，可以信息可以给我们做参考，那些信息叫我们做哪些事情呢？我们不能够照办啊。如果是好事，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可以做，如果是自私自利，搞个人名闻利养，对众生不利，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干。你要去干了，就上当。啊，人被人欺骗，常事。现在人被鬼神欺骗的很多。啊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依照经典的教诲，就不会犯错。啊，依照中国古圣先贤、老祖宗的教训，也不会犯大错啊，这是应该要学习的啊，能够好好学习，那这一生是大福报啊，大福报不是高名厚利，不是的，是你对于一切法的明白了，觉悟了啊，这个是这个人真正有福下面极静啊，见前诸根极静的诸无生无灭者，涅槃之真理，本来无生灭，这是涅槃的真理。一切法不生，既然不生，当然就不灭。一切法怎么不生不灭？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，是一不是二啊！我们读到弥勒菩萨的开示，才体会到这桩事情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，就是宇宙的万法，一切法，一切现象，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，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心想怎么生呢？
心想里面出现的幻象，这个幻象根本不存在，我们把它认为真的啊，执着以为它是实实在在的，错了啊。金刚经上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绝对正确啊，既然是虚妄，我们就不去理会它了啊。身体是虚妄的，万法是虚妄的，那我们现在没法子离开虚妄啊，我们在迷，没觉悟啊。那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随缘，随缘而不攀缘，这就正确了。随缘消旧业啊，怎么消法？随缘里面学不执着不分别，就消业了。如果能够随缘里头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业就全消了啊，还会起心动念，但是不分别不执着，那就消掉80%了啊。也就是说，决定不被外面境界所干扰，那就是定功啊。啊，定功忽然看见什么听见什么，一笑了之，幻境就像看电视一样，看电影一样啊，别把它当真，它全是假的，我们就很自在了。假的想得到就生烦恼，想控制也生烦恼啊，得不到就怨恨啊，得到就狂喜，这就错误啊。最好呢万缘放下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他就悟了。一生他只有三衣一钵，他什么都没有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多自在啊。啊，你就晓得身体多好啊，为什么身体不怕风吹雨打太阳晒？不怕，他不会生病，那身体好啊。啊，为什么身体好？心好，所以他的身体就好。啊，是心心慈悲。山野里面的野兽都受佛的感动啊，野兽跟他们居住地方有一定的距离，不会干扰他们啊，心都通了啊，清净心的跟他们全通了那么过这种生活在全世界已经没有了，在斯里兰卡有啊，斯里兰卡有一些出家人，人数不少，他们专求禅定开悟啊，所以他们住在山里，跟佛陀那个时候一样，还是树下一宿，也有在山洞里头啊，山洞有自然的天然的山洞，有人去挖的啊，他们在这个里头休息，没有人干扰啊。那么这些修行人
非常受当地民众的尊敬。他们种福田专门找这些人，这些人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一钵饭，中午就是一餐饭。哪些洞里头有出家人在修行？这个附近的村民都知道。他们到中午的时候，日中之前一定把饭送到。这些出家人不要钱的，供养什么他都不要。你供养一件衣服都不要。他们有多余的东西，只有三衣。三衣破了，他会接受一件新的，旧的就不要了，他不会多一件。出家人有分三大类，这是真修的，另外有一类是管理寺庙的，寺庙不能没有人管理。不能没有人经营。他要有方丈主持，有执事。提供给信徒们学习的场所。但是寺庙里面也不开火。日中一时是附近，它是有组织的，像护法会一样。这十几家、二十几家组织起来了，每一天轮流供养这些出家人，就是中午一餐饭，送到寺庙给他们，他们不出来偷钵。那还有一类的呢，是参加社会很多活动。那么这些多半都有学位，都有教授的身份，他们参加很多国际会议，宗教会议、和平会议，接触外面大众，常常出国，所以出家人就是三种。那我们到那边去接触到的，这个真正修行的很少，我们接触不到，我们接触的是个学术的，讲经教学的，还有就是事务的，管理寺庙的，这些我们都能见到。但是这些人都通经教，没有一个是不通经教的，都能够讲经说法，这是普遍的现象，居士当中也有讲得很好的，也出来讲经教学。所以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心就定了。把一切法都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。清净平等心就生智慧。清净平等是智，智慧是观，自然生智慧，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只要心清净，它就放光。心不清净，它生烦恼。
身清净，心清净，他生智慧。人王经上讲得更好，一切法性真实空，这个真实空它没有任何现象啊，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没有，这是法性啊，所以叫真实空。真实空不是妄空，不是无，它能现象，遇到缘的时候它能现一切现象，能生万法啊，不来不去，无生无灭，不来不去就在当下法性里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啊，时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迷的时候有，觉的时候没有了啊，觉悟的时候就在当下这无生无灭。无生无灭，生灭速度太快了，生灭等于不生灭啊！诸位想想，1600兆分之1秒，你说它是生灭还是不生灭？啊，所有一切现象的发生、消失，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里头完成。所以用这8个字来形容它，不来不去，无生无灭。啊，你反过来说，一来一去，一生一灭，都讲得通。啊，真相就如是啊。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这个真相，真相是幻象，就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佛菩萨，把它放在心上是凡夫。要一定要知道，万法皆空，一切法俱不可得，念佛法也如是啊！不要以为真有个佛法，那就错了，着了相了啊！我要学习佛法，我要得到佛法，错了，你永远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念头错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什么都放下的，一切佛法圆满了。啊，你证得了真空，你证得了法性。啊，又《圆觉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，是故说明啊。轮转生死，六道轮回是虚妄的境界。永嘉大师正道高上把它比喻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就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的，醒过来之后什么也没有啊，用它来描绘我们现前的境界。我们现在迷了，
发现怎么呢？好像有六道轮回啊。觉了之后醒过来，什么人醒过来？阿罗汉醒过来了。阿罗汉有没有轮回？没有。辟支佛醒过来了，辟支佛也没有。轮回不是真的，那么确实还有不少的人呢，无量无数的人呢，在六道轮回里头啊，他们还不觉悟，不知道啊，还在做噩梦啊，一个梦一个梦连着做，醒不过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假的都不是真的。重要的是自己怎样脱离轮回，帮助自己醒悟过来，这个重要。醒悟过来之后，你才像佛一样，要帮助别人救。帮助哪些人？有缘的人。什么叫有缘？听话的人，相信的人。真正修行真干的人，那叫有缘的人。这种人呢，很容易就。如果是迷惑的人、执着的人、不相信的人，那你就暂时不要管他。管他没用啊，他不会醒过来。等到什么时候他快觉悟了，你再去帮他。这就是经上所谓的佛不度无缘众生。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，这是无缘。你在他面前实现没用处。所以学佛自度要摆在第一。自己真干是第一，我自己真修，别人修不修与我不相干，是他的事情。我自己要真干，净宗的出离六道就是往生净土。往生净土不但脱离六道了，脱离十法界了。圆觉真上这一句话是真话，一切众生确确实实都在无声当中，望见生灭。见到什么？见到这个身体生了，见到这个身体死了，死了又去投胎。找个身体，找个身体，过若干年他又死了。总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没完没了。这叫轮回。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，不能不觉悟啊。所以这个见叫妄见。为什么呢？不生灭里的你看到生灭了，这叫妄见。你要看到不生不灭，这个见解就是真见。见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见一切法非空非有。心上如如不动，不放在心上。我们把佛号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我们求生净土，
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够见到不生不灭不容易，这是真的，我们这一生办不到。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一生决定可以办得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净宗的方便，净宗的殊胜，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修行。这个地方障碍很多，啊，外面的境界，它是制造烦恼的，是制造障碍的，它不是化解烦恼，不是消除障碍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障碍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。啊，那个地方是我们人类。啊，昼夜向往的一个欢乐的环境，清净无为的环境。啊，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提供给我们的，我们只要信愿持名就能往生。啊，纵然我们造作很多极重的罪业也能往生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认为自己造罪业这一生呢，过去生中忘记了，不知道啊。过去生还有过去生呢，过去无始啊，难道没有遇到佛法吗？啊，肯定遇到。怎么知道肯定遇到呢？你今天能听这部经，你今天能念一个小时的佛，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做不到啊。啊，你让街头上人，你找一个人来，你叫他坐着听一个钟点，他坐着吧，他听两句就跑了，他坐不住啊，他不能相信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有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三个条件具足。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这三个条件具足。啊，所以具足还不够，还差一点。差这一点没关系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把它补出来，我们往生就顺利了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，我们念佛要分秒必争，不要让一秒钟空过。啊，我心里都有佛号，虽然没有念出来，心里头没忘记，念兹在兹。啊，一定要让自己的佛号不断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才行啊。啊，那三藏十二悟让给别人悟啊，我们不搞了，我们明白了。三藏十二悟帮助人破迷开悟的，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。我虽然没有彻底觉悟，我觉悟，我信愿持名能往生就行了，就这一句就够了。
净宗学人千经万论就是叫你相信这一句，明白这一句啊，认真去落实这一句，你就行了，你就圆满了，你必定得生。啊，身体在这个世间随缘不攀缘，啊，随缘什么都好啊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功德。这一部书，这个注解里头，说尽了，说得太好。幕后说，又清凉云，若闻无声者，便知一切诸法皆系空寂，无生无灭。这是清凉大师的教诲啊，听到大乘经教里头讲无生，讲寂静，讲发现，听到这些话就明白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万法，都是空寂，都是无生无灭。啊，像弥勒菩萨跟我们所说的一个境界。啊，世尊问弥勒，是带我们问的，我们问不出来呀。啊，世尊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这是指一般凡夫心里起个念头啊，即念即相是也，这是经的原文。这一句里头问了三桩事情啊，心有了念头了，心有所念了，有念头了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这个几念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叫无始无明啊，这个就是一念不觉嘛，一念不觉就是根本无明嘛。啊，所以即念即个无明。啊，即相，相是物质现象。啊，有几个物质现象？哎，即实，实是什么？受想行识啊，心有所念，这一念里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识啊，几识问的是念头，有多少个念头，几相问的是有多少物质现象啊，几念就是问的多少波动的现象啊。弥勒菩萨回答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念头说出来了，32亿8000年，单位是8000，
100个亲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啊，1秒钟能弹多少次？啊，1秒钟我觉得至少可以弹5次。320兆乘5，1600兆，1秒钟，1秒钟，这个波动的频率是1600兆次。那现在我问，我讲里头的一次，你如何觉察？啊，是1秒钟里头1600兆次里面的一次。完全没有觉察到。啊，我们看古社会的电影，古老的电影，电影片子底片在放映机里面去释放，速度是1秒钟24张，啊，就是24个生命频率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这个环境，它的频率1秒钟是1600兆次。啊，1秒钟24次就把我们骗到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呀。现在把这个速度要加到1600兆次。我们有什么感触？完全没有感触。眼就在面前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就在当下，没看见。没听到，没想到，6根都不起作用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迷呀！啊，佛与大菩萨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心定，他们心定到极处。所以这样微细的波动啊，他都很清楚，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，他接触到了。啊，心清净到极处，这个现象在面前他完全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叫事实真相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宇宙的缘起，宇宙的真相，这个万物的真相，啊，我们如果有佛的那样的定功，那么深的定功，我们就看见了。人人都有这个本事，不是只有他有啊。啊，他只是把心里面这些妄想分别之处啊，统统放下而已。我们没放下，啊，没有放下，它就造成我们的幻觉。造成我们的妄念、烦恼，就造成这些东西，啊，带给我们是负面的，啊，佛菩萨心是清净的，
所以佛菩萨六根对这个境界产生是正面的，正面的是智慧。是德相，所以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是空寂的，一切法无生无灭。那我们听着，我心定下来了，不再着这一切法的相了，这假的。无生无灭，这是真相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！我们看到是妄想啊，我们看错了眼，走了眼啊！他们看的是正确的，确确实实是没有生没有灭，那还打什么妄想呢？所有妄想杂念全部放下了。我们虽然听到这个经文，可是妄想杂念还是没断。那这是没懂。佛是说清楚了，我们没听懂。我们不能欺入这个境界。说实在话，我们没有看到科学报告，对弥勒个菩萨说这些话，我们还有几分疑惑。真的吗？看了现代的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，我们才相信，不再怀疑了。但是不再怀疑，没有欺入境界。没真放下，真放下就入境界了，今天我们要干的一桩事情就是真放下，不是搞假的，真放下不是事上放下，事上是假的，你放它干什么？心上放下，事尽管有，假的嘛。心没有了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不把电视的放在心上，为什么？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，只是在表演。我们知道它是真的，假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现前这个整个宇宙，一千万法也是假的，跟电影没有两样。我们因为不知道它是假的，电影是知道它是假的。所以你不放在心上，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，把它摆在心上，我们的毛病就在这里。那就说明白了，真相性了，真相性很重要。真相性啊，这个宇宙间一切万事万物就跟电视一样。别放在心上，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，成菩萨了，成阿罗汉了。这叫事实真相。当你证得的时候，你对佛就五体投地了。佛说的话一点都不错。你自己可以做证明。你自己就解脱了。这一放下怎么样？六道没有。真的没有了，都身体还在啊，身体在心叫无余一有余一涅槃，涅槃就是真正的身体还在，知道身体是假的，也不会把身体放在心上，利用这个身体啊去度众生。帮助别人，利用这个身体在往上提升，这制度
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只达到阿罗汉而已。啊，但这不叫阿罗汉，叫菩萨。阿罗汉是修小乘到这个境界的，我们是念佛到这个境界的，念佛是大乘，不是小乘。啊，那么念佛功夫在这个层次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是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